有动物的歌，无乐不作，有两只动物，像座特很大象的蛇，这是三只河豚、大象跟蛇。哪里来的河豚？你刚刚唱的啊，有河豚、大象的蛇。请到两位美女呢，要来考考他们的头脑。哎呦，对，考考他们的智慧，真的假的？今天的记忆大考验，我凭良心讲，是难的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如果要是我是来宾的话，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瓶颈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一开始就吓唬我。来来来来，那你好好解释一下今天第一题目。因为通常来讲，我们开场的时候是不会做这样子的破梗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会是一个瓶颈呢？哎呦，我们今天要考一考。大家知不知道歌词里面有动物的歌有哪些？哎呦，动物啊，很难，对不对？非常难，我知道你们觉得很难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还可以，不会很难吗？不会啊，确定可以。我现在马上给你一首，哎呦，来来来来，那你要加油哦。谁说北方的狼蛛？哎呦，狼，是不是野狼？等下这什么歌？我还不知道。One Night in Beijing。你想好快哦，谢不谢？哎，好 ，OK。其实我本人也会唱一首，来吧，你唱不出来，你就是瓶颈哦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带来一首碧莉姐的歌。好，好啊啊，什么都不必说，啊啊，什么都不必说，耶哈哈。哎，我有听到，哪来的动物？在哪边？有哪来？可是他讲，可是他讲那个应该不是动物，你讲。它那种东西应该是水里面的一种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蛤蟆。蛤蟆。蛤蟆。什么？蛤蟆？不是蛤蟆。蛤蟆，什么都不必说。是这样子唱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们一定没有听清楚，你们再听。再听一次，再听一次。是没有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啊啊，什么都不必说。啊啊。什么都不必说，耶耶！啊呀！那是啊啊吧？啊，鸭子啊，鸭子就在这首歌里面。我觉得这一集的瓶颈是你。这样子是有点偷鸡取巧，要像林大颖这样子，里面真实的里面一定要有动物，要有动物，了解了解。比方说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儿歌，儿歌就很多，像还有三轮车跑得快，里面有动物有没有？有吗？有吗？他没有动物吗？是我乱说。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记忆大考验。20张图卡中各有2张相互对应的图卡提问字，翻对去翻，翻错换人翻，比记忆比翻出图卡速度最快即获胜哦！记忆大考验，我记忆你来。是的，马上进入两队参赛的队伍。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有我们的元昊，漂亮的少平，以及我们的林道远，女神女神。Oh my god！ 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彤彤队，漂亮的彤彤，可爱的小优，以及泰臣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记忆连连看呢，要连什么呢？好歌听不腻，但是哪一首歌里面藏有动物在里面呢？今天就请你一边唱一边把相关的动物图卡连线，伙伴们加油喽！好，就请我们的彤彤队进去翻牌。这边去哪？喂，彤彤队，请翻牌。鸡笼鸭，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钟、1秒钟，时间到，请翻回来。元昊队，我看你们应该是准备好了吗？看要先投降嘛，相当不容易哦，好不好？元昊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右边，天哪！哎，海豚啊！哎，动物那个，答对。应该答对。海豚，昨天哎，今天不是刚刚有记到什么的歌里面会有海豚的鸭子？鸭子会吗？哦，左边，我上手了。左上面，上面中间，上面左边，左边，上面，上面，左边，上面，啊，不要。
哦，飞龙在天，龙爬的。壁虎，对对对，左下下下下。哦，壁虎漫步大队，无眠，无眠有什么？无眠里面有动物，无眠里面有什么动物？前面吧，前面吧，没错。海豚在哪里？海豚在哪里？加油！崇拜，崇拜里面有什么？崇拜。加油！时间一分两分，海豚答对，竟然被你蒙中了。紧接着鸡，鸡在哪里？鸡在哪里？鸡在哪里？错。道远，换到了，换到道远了。来，这里是什么？大象，从里面还有大象了。左边左上角，左上角，左上角。无聊不错，答对，漂亮。无眠有什么呢？鱼答对了，谁呢？厉害哦！这个默契好好哦。错。真的，真的。哦，可爱的马在哪里？包罗林数的鸡答对，人才。在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34秒，不错不错哦。马上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背板有没有，真的有很多歌曲里面真的都有动物，对呀，啊有的歌词上面就是写出来了，对，但是有很多他还没写出来，可是你们知道他的动物在哪里吗？有的有两只动物哦，有，比如说无乐不作有两只动物，像做吞大象的蛇，大象跟蛇，大象跟蛇都有，哎，是三只河豚、大象跟蛇，哪里来的河豚？你刚刚唱的啊，用河豚、大象的蛇，你是在欺骗观众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个是语病哎，你抄我的语音，喂，只有两个。蛇跟大象而已啦，好不好？烂透。还有，比如说牛仔，大家最常唱啊，哦，证明是大家一起嘛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清酒会有会酒听，有龙嘛？好，那有一个最难的是花落梨枝，它有动物吗？哎呀，这首歌就是交给我来，我看现场应该没有唱的比我好听了吧？哎，不是，这是你们翻的，这是你们翻的，当然是你啊，这是你们来唱的，最近很感谢大家。掌声鼓励林道远，来注意听好了。红花无芳味，芳花也无红也是。动物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一根大鸡声头天啊！爽！等一下，一间单鸡。突然改国语了。一间单鸡啊！爽。单机，哎，机就在这个地方，哦。元昊队用了1分多钟，还不错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看一下统统队表现如何。现在攻守交换，第一大考验，第一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统统队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刚才已经看到完整的示范，非常的 OK， 会更厉害，在30秒之内把它翻出来，20大就好了。哇，好厉害哦，这么有信心，我就是喜欢小月这样斗志 ，You know， 斗志 ，Yeah。元昊队准备进去翻牌，来 ，Let's go， 太棒了，我好紧张。元昊队请翻牌，啊，怎么？翻好，翻好，上面，林道远放上面，来5秒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了。简单，完蛋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加油啦，不耽误你们的时间。完蛋了。统统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Let's go。加油！右上，右上，右上。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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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野蛮游戏，对，不是，野蛮游戏。看到了，什么？三组黑狗熊，小优的翻牌怪招能否帮助统统队获得最佳成绩呢？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，对，野蛮游戏，对，不错，野蛮游戏，有什么？有什么？三组黑狗熊在哪里？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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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，长得像狗吗？错，狗在这里。宝岛慢播，宝岛鱼，好厉害！错错错错错 ！SSE 兔子，兔子啊！太神了！快点快点快点！鸟，错错错，蝙蝠错，哎，麻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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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蝙蝠，蝙蝠，追追追，右手右手右右右，老虎老虎老虎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小月哪里？我是小小鸟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刚才小鸟有出现过，小鸟在哪里？小鸟，小鸟答对了，
紧接着，紧接着是什么？乌龟，乌龟在哪里？乌龟在哪里？乌龟下，乌龟下，乌龟下，上右上，右上，右上，放我楼下。喝醉的，小乌龟，小乌龟，答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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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冷静，你要冷静啊，小喂喂喂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不要这样。他是什么？狼，狼是狼。狼追追追，答对。漂亮，小优厉害哦！右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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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野蛮游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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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错，野蛮游戏，翻过去，然后来自己翻什么都忘记了，来白鹭鸶在哪里？错，错，哎呀！开走开走开走，彤彤彤彤彤老虎，野蛮游戏答对，白鹭鸶答对，最后。哎，刚刚我看到杨婆婆啊！天哪，不是，你讲那个嘛的，这个才是正确的翻法。我们制作单位有教，一定要侧面翻。螃蟹的，他刚才在翻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个地方是有机关的，好像放了一个跑步机。会动吗？哎呦，他在慌乱之中，但是还翻对很多题，翻对两三题，算是蛮厉害的。彤彤队在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39秒。哎呦，差一点点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板上面依然有非常多的这个歌曲的名，里面已经有鸟了。比如说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有鸟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刷顶起来，哦高鸟，一起把丢的逍遥。好，黑狗，还有一个，比如宝岛慢播里面。有动物吗？对，这个有动物，我来唱。鸳鸯啊，老师音乐有鸳鸯啊。嘿，波多曼波曼波波多，波多苏比叫加多，弯腰追啊熊熊吼。他后面那一段是真的有那一个，有哦，追追追有吗？追追追有啊，当然啦，我前面就有啦。你要让我出来吗？啊，你这样要求我也不能不让你出来。千古以前，龙族的传说，如今龙眼再起。千古以前，龙族的传说，如今龙眼再起。中国话，中国话这个难一点。老师 ，hip hop， 你也会哦。哎，有个小孩叫小杜，向街找着去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回头看见鹰抓兔。鹰抓兔，鹰抓兔。哎呦，哎，是有哎。这一次啊，是我看过他上台最烂的，真的，完全没 Q， 完全没有 Q， 还 Q 自己上台，结果又变。这个现在刚刚不是表演表现我们的歌艺，刚刚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歌有动物。哎呦，好谦虚哦。算你说得过去。主持了这么多集，你现在终于有一点点概念了。这个是主持人的概念，傻傻了。好有自信。哇，你们那一组暴走哎。哦，彤彤队在这一回合1分多钟，差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对，很快就有可能追回来喽。哎呦，马上进入下一回合，哦耶！养生之道我在行，那你有在行吗？古今中外数不清的养生五谷百百种，今天就请你来配对，考验你到底认识多少嘞！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，彤彤队领先5秒钟而已，秒秒。今天的下来是养生五谷食材对应连连炮，元炮队请准备了，请我们的彤彤队准备进去翻牌，彤彤队请翻牌。哇哇哇！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。哎呦，好难哦！你太清楚了，你们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是谁呀？完全的感觉到他认识你，不是傻傻，不是傻傻。好多问号哦，现在。加油了，元浩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开心果在哪里？开心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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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啊？真果答对，厉害！怎么了？哇塞哇塞，全部给你们加油！不要闹了啦！我少婷，少婷加油，在哪边？这是什么？荞麦，荞麦在哪？荞麦，错错错，腰果，腰果啊，腰果！加油加油，林道远，林道远，这也是吃的一种啊！加油，大麦，大麦，大麦，果然，中间在哪里？中间啊！
中指放在这边，中间，这不是中指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糖炒栗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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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道远糖炒栗子和舍栗子傻傻分不清，让袁弘在哪里？中指放在这边，中间，中间，这不是中指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糖炒栗子，栗子，栗子，舍栗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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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错错错！好，道远道远，加油加油！松子松子在哪里？松子答对，漂亮！哎呦，哦，腰果腰果腰果在哪里？腰果下面下面下面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没错没错。腰果在哪里？哦，答对，小麦小麦小麦，边走边走边。错错错错错错，那是小米啊！错错错错错错。少林之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左边左边左边，这个对对对，小麦答对了，哎呦！小美，小美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答对，快快快，对啊，对，答对，答对，答对，你真错样了，杏仁，答对了，哎呀，厉害哦！袁浩队在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27，哎，还 OK 哦，还 OK 哦，很快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后面。这边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东西，比如说大麦、小麦、松子、芝麻、栗子、腰果、榛果、荞麦、开心果、杏仁。对，其实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都容易发现。对，有啦。榛果它有天然的特殊的香味，所以呢可以有助于你的胃口大开。还有一个呢，小米。小米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有助于肠胃虚弱朋友的吸收。另外，这小米呢是属于碱性的食品，所以可以调节喜好吃肉类的朋友们他们体内的酸碱值哦。我们这个单元呢跟上次一样，好康的，我们今天有试吃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们到底会试吃什么样好吃的东西呢？耶！是的，又到了试吃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试吃的主角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开心果，但是旁边我们看到有芝麻，芝麻可以治这个白头发。旁边这个呢是什么？我们知道，比较少看到，这个是荞麦。对，各位，荞麦呢，它对胃肠的蠕动也是有帮助，但是有一点千万要注意，它是冷的，不能吃太多。哦，所以日本才把它做成凉面。哦，对对对，荞麦凉面，对，荞麦面。好，今天试试主要是开心果，开心果这边来，你们可以试试。来试试。哎，这个开心果，过年的感觉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小颗的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对不对？拿到一个，对啊，吃了吗？吃了吗？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哎，怎么不吃啊？有有有，他吃他。吃一下，吃一下，看你们。这个过年我们在家里都会吃，真的很容易买到，但是热量很高哎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它这么小颗？我们特别准备的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小颗？对，各位。开心果的热量很高，对，每100公克有620大卡，连续吃了20克，你要跑步100分钟才能把这热量消耗掉啊！对对对，所以多吃点啊，各位。没有，元浩队在这一回合表现非常好，紧接着换到我们的统统队。第二回合现在攻守交换，换到我们的统统队。统统队加油啦！因为呢，艾辰他们家里以前是有人是种菜的，五谷杂粮。这个是以前我的爷爷的眼镜店旁边有卖，这么远的关系啊！你现在每一集都要弄一个这样子，我看你到时候可以搬到什么时候？扯到家里 ，OK 啊，都是跟我周围有关系。反正你那条街住很多人嘛，各行各业都有。喂，你们最主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元浩队请进去翻牌 ，Let's go！ 元浩队请翻牌。啊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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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呀，速度非常的快，5秒、4秒。三秒钟，两秒钟，一秒钟，时间到。哎呀！妈呀！哎呦！哎哎，你袁浩队，这次翻回来的速度非常快。你看我们的彤彤，他根本就是不想给对手机会。是的，太漂亮，好不好？彤彤队现在已经在记了，加油啦！彤彤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答对，对，漂亮，绿的，是的，哎呀，抹豆，抹茶，对对对，漂亮，阳光都飙得出来了，红豆，红豆，红豆，芋头，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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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给你了，右上，右上，右上，右边，对对对，右上，南瓜，右下，右下，答对，漂亮，绿豆，绿豆，绿豆，答对了。玉米，玉米，玉米，在这边，错错错错。
坐坐坐坐，哎呀，还不错哦。还以为玉米，我来。哎，玉米在哪里？要下要下，答对。哎呦，核桃，要下要下，核桃，错。哎呦，换小优，小优要加油了，小优，小优，小优，哎呦，杨婆婆要来，杨婆婆，葵花籽，葵花籽，葵花籽，杨婆婆，向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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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这一回合用到的时间是1分06秒，掌声鼓励鼓励！大家现场坐的人在掌声鼓励鼓励，是爱成的。开玩笑哎，我爷爷小时候都带我去唱片的，讲每次准呢，他真的每次讲完都很厉害，今天对不对？相信你了，有关系的，太漂亮了，爱成，来这边有哪些你认识可以跟大家电视剧？其实里面最好的。养生之道之王的东西就是那个黑豆，有没有？黑豆本料理最高级的，是，就是那个黑豆，那个叫做养甜甜的最养生的东西。那基本上那些红豆啊，去水肿，或者是那个绿豆，是让我们排毒排毒清。红豆女生那个来的时候多吃，绿豆比较冷。大豆异黄酮是我们最需要的啊，喝豆浆就会可以。哦，对，会变白。不过卵磷脂美白，对。然后就像这个爱神讲的，真的喝红豆，很多孕妇会多喝那个红豆汤，它可以真的可以消水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黑豆还有一个我要补充的，黑豆呢，它其实多吃帮助骨络跟牙齿的生长，所以小朋友在发育期间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点这个黑豆，好不好？而且还有一个我一定要推荐的，好说，它就是核桃。哎呦，人家说以形补形，核桃长得像什么？脑。哎呦，它补脑的。哎呀，我要多吃啊！这个其实可以多吃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要讲说，很多东西呢，就是不能吃过量，对，对，热量免得物极必反的道理啦。对，紧接着又到了试吃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？马上来喽！这时间又到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桌上放的有南瓜籽、葵花籽，还有我们的核桃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就是阿鹏刚说的核桃，像头脑一样。补脑，对，很像哦。而且常常人家拿核桃都会加那个蜂蜜。哎，这个可以，热量很高。它长得像肺耶。南瓜籽我们其实常常在年货大街也买得到，是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南瓜籽好啊，对对，男人非常好。保健为什么呢？就是对男生的那个射护腺很好啊，对，前列腺肿大很有保健的效果。对，这个都是鹦鹉在吃的啊。哦 no no， 喂，葵花籽也厉害了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新疆。维吾尔族呢，那女孩子头发很长又很乌黑，有没有？他们就是用这个，为什么？真的假的？葵花籽里面还有亚麻油，哇！而且呢，它对血压的稳定有一定的功效。是是是，这个其实也是不错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试试一下，试试一下。因为哪样都是，哎，你试试也要报分数啊！我不要上。喂，你数到底是多少？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是2分45秒。强了啦，真的假的？加劲哦！元昊队紧张了，元昊队的分数到底如何呢？他们用掉的时间是3分01秒。没有，做到了！是的，所以就是由我们的统统队获胜，非常意外，非常意外。他们后面很快，小优虽然动作有点怪，但他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。输了没关系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好好的上了一课。没错，哎呦，真的，其实很多这个有营养的谷类啊，是大家最近都要养生食品。是是是，虽然我们年轻，但是还是要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可以买一些给我们的这个喜多郎，给爸爸妈妈吃，也让他们保健一下。还是要适量啦，没错，适量是最重要的。记得呢，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，也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进行曲。